然后什么炸裂啊，炸裂啊！三将北风三阿唐自摸上庄，上家有没有不要的三条喂我们一张啊？没有。哦，我们自己摸三条，这个三万也要自己摸了吧？自摸中洞庄家三台，老师来了，想说五万全断，三万怎么不会出来？中洞庄家两台，八万。乱打八条，九万来了，连一的三台活到三轮车的，好，第三将北风三阿唐连二了。哦，第三将北风三阿唐连三，庄宇腾晚上好啊，晚上安安。三万来了，边张连三的八啊一花，这样就是九台啊。哦，连四了，连四了，血流成河了，连四摸起来送你们下去。你会选听三筒还是对对？我应该会选三筒，因为对对可能压死了。哇，三筒来了，边张的连四啊。加点四啊，四九台，十台啊！连五 hold 不住啊！连五了，连五了。操！六条出来了，九条会不会出来嘞？好，吃到听牌的七九条，打出了看门狗，啊，上家来一张九条啊，啊，来了来了，黑色出现，庄家连五拉五，北风十二台啊。连六黑闪出现咯，黑闪黑闪黑闪，哇，你第一次来就有黑闪，第一次来就有黑闪，会不会第一次来就跨越？没有机会，而且等一下还要抽奖哎。对啊，黑闪出现咯，黑闪出现咯，六六六闪六。六起来，来前厅，六六六，别骂了，六再连就跨越了，对呀，诚意满满，嗯，诚意满满。三颗表示多谢，陪打怎么打到跨越？上次说陪打怎么打跨越？上最深的境遇。人家跟温路哥说跨越那个车马费加班费。他妈
买啦。有啊，猫哥，你在那边？你上次就给我连十了，前几天的事而已。哎、欸，一进厅的牌、欸。哎呀，我现在发现这一进厅的牌、欸，留言洗洗，留言洗起来，推荐骂他，条，明白，他可能要来帮我们创纪录的、嗯，看能不能破频道纪录，连十一，连十是纪录，连十是纪录，只有平纪录没有破纪录。嗯摸七条河签，你冲进去把它抱紧了。七条、啊，怎么不会进牌？八九条吧，我说是我叫你去报，好，八条赶快跟着走。把他捡回去，我以为他胡牌。加油！他居然吃到绝招八条。我加油啊！好，不要护我就好。六个说我不来，我死了。对。六个说我不能过水。上次真的讲说我交代不能过水。所以他听牌了嘛？我们看一下其他家进度。还没呀、啊，还没呀、啊！哇，一桶他碰听了，碰听六九万，九九万这边抓四张，六万两张，牌怎么还很远呢、啊？这么多六点吗？还有两张，剩两张六万。哇，他摸到六万吗？应该是摸到六万，睡九万吧。对啊，你看摸到六万啊。那是不是剩一张？对，剩一张。对啊。绝张之摸。不要，我们要绝招自摸，绝招自摸炸裂，啊炸裂啊！啊炸裂了，绝招自摸，哦炸裂炸裂，绝招自摸一台，庄家连六拉六，这样是几台？庄家连六拉六，十二十三十四台啊！你看，我就说嘛，学长会自摸的。连七进家俩鬼雕。以上影片是由吴老师麻将心法所推出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直播上见咯，拜拜。